想做壮士来。各位弟兄，今天我们要上的这一课，相信各位一定不陌生，那就是堤绊网。堤绊网不仅是单战的项目之一，也是500障碍的关卡之一，所以请各位待会一定要好好的练习。现在我们请于班长为各位示范最正确的姿势。进入堤绊网之前，先取得适当的距离，迅速卧倒，以冲力带动身体进入网内，接着以扶进的方式全速前进。男儿立志在沙场，把个国事记好。前进的时候，切记头部与臀部都要压低，以免被网子勾伤。如果不小心被网子勾住了，绝对不可以强行拉扯，要先后退，检查哪里勾到，再行前进。以上，各位还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好，各班自行带开练习。先开始实际操作，第一组预备，开始动作。肩膀、头、屁股压低，身体压低。还有你的头，注意不要勾到，注意安全。把你的身体压低，预备，开始动作，枪不离手，拿好。第三组以后，听我令，向前补上，动作加快，身体压低，子俊，有没有怎样？报班长，我们是扶进完之后到外面去检查有没有受伤，在旁边休息，不要勉强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的。班长，那我可不可以休息？可以啊，你想要休息，那你就趴在那里，等到我叫你起来，你才能起来为止。不用了啦。你又没有受伤，又没刮到，笑什么习啊？莫名其妙哎。第三组预备。开始动作，压低啊！的头，徐俊，肩膀跟屁股压低，没事吧？报告班长，没事。你刚才会被勾住，就是因为你重心太高。记得在操作的时候，身体一定要压低。待会排长示范一次给你看。谢班长。其实就是在你腹部前进时，记得重心一定要压低，尤其是你的头部跟臀部。再靠你的双手跟双脚的协调性迅速前进，这样了解吗？了解。待会排长操作的时候，跟排长一起操作。是，排长。压低，不要翘起来。慢点，动作。下组预备。记得。头部要压低，还有你臀部。我相信我就是我，我相信明天，我相信青春没有你凭借。小腿不要抬起来，注意安全。够了够了。
都要操作，按此要理，了不了解？了解。陆烈，谢班长。小队总预备，开始动作。小队准备，开始动作。不要动，身体压低，重心压低，注意前进啊！拍什么？小队准备。开始动作，身体贴地，其他班长，开始准备，正念补齐，开始动作，全站都站起，要落地，要贴地，你干嘛不爬啊？这铁丝网太低，我过不去。所有人都爬得过去，叫你爬不过去。我过去可能会受伤啊。你都还没爬呢，受什么伤啊？班长，我有个新的方法，你给我试试看好不好？你现在意思是说我教的不好？没有没有，你的对，我那个也不错。好，安全第一，我看你多不错。动作暂停。有，是。肖德基，是。你可以告诉班长你为什么要这样爬吗？你看我看得到铁丝网啊。你看得到铁丝网？他不就够不到啊。那你看得到敌人吗？看不到。铁丝网是死的，敌人是活的，你被敌人做掉，你知不知道？最后陆羽山刚刚班长这边。现在肖德基示范的是错误的示范，只要跟他一样标新立异，像他这样子爬，晚上就叫安官做前罚站。你出来！出来很难呢，怪我啊！起来啊！你现在可以照我的方法了吗？好，重爬。还要爬？啊，我爬，我爬。你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？走，下个圈好不好？是，重爬。小组预备，开始动作。一号头，动作暂停。你们是叶大头吗？记动作，转过来。叶大头，你是中风了是？还是学肖德基，假鬼假怪？我绕，你绕跑对不对？绕枕啊，绕枕都出来了。真假的？真的啊。那你能不能爬呢？我试试看哦。到旁边休息。谢班长。Hello， 赖虎，你现在在等？报班长，卡住了。卡住了？士官长刚才在上课，你没有在听吗？忘记了。忘了。重新向后。
确定没有危险，故障排除，向前看，继续爬。马班长，往内太危险了，我可不可以再往外练习啊？不行，往内免费，往外半价，还送你200封简讯，你当我干嘛的？讨价还价，继续爬。赖虎，我可以不要求你时间，但是你一定要爬完，知道吗？知道。李路奇，打散，扶到后面去。其他人集体逃脱。赖虎，重心压低，注意安全。休息啦！你手给我放屁股上，你是不是勾到了？有没有受伤？其他人自己操作。那干嘛啦？赖虎，刚才班长不是提醒你，重心要压低才不会割伤。你看，好久没受伤，还有。你为什么不穿内裤啊？包班长，有啊，有，都跟你打木了，只是比较小件而已啦。把枪给我。先出来。小心一点，重心压低，不要再割到啦。小心的打木。下了，哎呦哎呦！来，走，准备，来，动作，准备加快你的脚步，装备不要掉了。村长，什么事？我之前在这边输给人了，但经过这些日子的训练，我已经变得不一样了。还有，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。我一直不认为你有输给我，但是我相信你这一次可以比上一次更进步，好好表现。谢谢士官长。预备，开始动作。身体压低，小心的枪，身体的装备。有山不能跨越，有海不能冒险。这一天，当我用心立下诺言，有时不能改变，有梦不能实现，我站在未来最前线，抬头迎接每个考验，海阔天空是我的地图。我不想做受降代表。当受降代表是一种荣誉。你身为一个军人，你不是犯上就是抗命，我绝对可以办你。如果只是因为不做受降代表，你就要办我，办啊！我不办，
我要让你屈服。如果你没有关阶，凭什么让我屈服啊？我就做到让你心服口服。好，你让我心服口服，我就做受降代表。永远比天高，一颗心为希望在跳跃，让世界为我欢呼，大地为我炫耀，我的骄傲你会看到，汗和泪同步的煎熬，在这一刻都是我光荣的记忆。成功啊，陈天地，你们两个还有时间聊天啊？好呀，咱就是你啊，是也是，快快一点啊！小花，大小三个，把枪拿好，连长，很好，快了零点一秒，谢班长。玉婷，玉婷，他现在好很多了，他现在已经可以走出户外，接近人群了。海生他一直说啊，他想要亲自来谢谢你啊。你干嘛谢我啊？这是我应该做的啊。你现在变成这样都是因为我。你放心，只要以后啊，我能够帮到你的地方，我一定会尽力做到的。好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其实不瞒你说啊，你就是那个可以让海生康复的 key woman 啊，就 key man 的意思啊。啊，下午我们班跟隔壁班有一场躲避球比赛，你就会来帮海生加油，他很快就会康复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帮他加油，他很快就会康复啊？哦，亏你还是国小老师，你没听过啊？解铃还需系铃人。就要用你的真心来帮海生走出阴霾。哎，这样很丢脸。是你丢脸重要，还是海生丢命重要？好了好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到的。那我先去做事喽，做完事我下午就可以去看你们比赛啦。好，拜了。记得穿漂亮一点哦，跟海生心情才会更好。OK， 拜拜。哦，送我，都是嘛送哦，夸张不？他主动牵我的手呢。哦，叫我来夸哦，玉田今天好难糊弄鬼子啊。哎呀，下午还要去帮你加油，超有面子的。嗯、我跟你讲啦，妈在军文社都来采访我。新兵正式杨海生，电影是妖孽，
刑讯中心，你那爸妈在。好塞雷啊！告诉你要栽啊！给给给！可以可以，你惊啊你！哇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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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刚子知道吗？让你这么卑鄙，你有妹都给出卖。大哥，你听我解释一下。谁是你哥啊？你少在那边翻关系啊！误会啦，是肖德基他威胁我的。骗笑哎，威胁够是偷听。哎呀，是讲的。真的啦！就算他威胁你，你也不能出卖我妹啊！畜生！哦，哎，你天哪，干嘛啦？你干嘛？好好讲话！你们在干嘛？班长，班长，我们没有在干嘛，我们在训练他的反应神经。好了，这边听班长讲，班长跟其他班长讲好了，等一下赢的那一班可以去营站喝饮料。耶！等。但是啊，输的那一班。要去出公差，知道吗？啊，好了，你们别拖累于班长，了解吗？了解。继续练球吧。谢谢班长。哎，杨医生，你看你得给啊。德家哥要加油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喝饮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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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喝饮料，喝饮料。来，举手啊。啊。哎。老板，班上球最强的就是我，还有你啊！但是我在外场，你在内场，只要我们联手，绝对可以把屁光头啊！嗯。肖德基实在太嚣张了，还我们的两万块，讨回一个公道。对，那你们等一下就把球传给我，然后打他的脸，看他还敢不敢骚扰我妹。哎，突然那么起控鬼啊！球最强是我跟罗刚，哎，你们不要想球可不可以啊？啊，我想打他，啊，我球又不会很弱。罗刚，吴用的钱是不是你拿的？绝对要拿吴用的钱，嫌疑最大的是罗刚。钱是我拿的。靠这生意唔得好啊，我过来大家要还钱。打他！失败了啊！有班，大哥啊，你来被送啊！哎，如果你们球技有像 Michael Jordan 那么神，让我听一下，有什么关系？ Michael Jordan 是打篮球的啦，他不会打躲避球啦。你不要管我，肖德基，不会打个派气哦，被逼死，我没得惊啦。我看完你好啊，输的，赢的喝饮料，干不？求之不得啊！我老实跟你讲，营站跟便利店饮料我早就喝很腻了。但是如果是你们第五班请的，我 OK， 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来，第五班，五我们可以喝饮料，加油下吧。好，好，我们要打爆他的头。嗯，坐来，一二三，第五班，加油！第五班，加油！第五班，第五班，第五班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 Yeah！大弟，加油啦！来点够话啦！来，干！哎 ，No more game！
想打、啊。是什么手传太软了、啊？六班，手要传了。快传啊！想我很快能看见。球给我，球给我，球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哎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！再一个，再一个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哎，都干啥呢？哎呀！球给你还丢我，你见一个爱一个，又给了。你轻敌耶！小燕加油，小燕加油，小燕加油。球传那么好，你都接不到啊？对啊，我刚刚看你一直心不在焉的，有好几次很好的机会你都错过了。哎，比赛又不是只有罗刚一个人在打，你们一直怪他干嘛？赖火，没有关系啊。他们说的没有错，我的状况确实不是很好，害你们大家输球，我很抱歉。
他干嘛这样啊？还是他以为我在怪他？啊，他是因为吴荣贤在记仇吧？你还敢说？之前大家一知道罗刚有前科，就说吴勇的钱是他拿的，现在已经还他清白了。你们一点表示也没有就算了，就连讨论比赛的战术也没有问过他的意见。现在比赛输了，你们要把错全部怪在他头上，他笑得出来才有鬼嘞。老公诶，其实无唔对呢，咱拢当作啥物拢无发生，想讲会使对罗刚较好，其实是错的。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跟罗刚道歉啊？那就这样说定了哦，佳安你先过去，那佳安换你。我。我你啦！你刚刚讲好是你呀、啊，大总裁的是一号是你呀、啊，不是我。我去呀！罗刚，这一天过得好吗？喂，罗刚，还是谁啊？他今年搞回来啊！我杨凯生在这边啊，郑重跟你说声对不起 ，sorry。我们不应该因为你有前科就怀疑你，可以原谅我们吗？对啊，罗刚，对不起啦，下次你来我们家，我爸爸请你吃饭。对啊，大家都是好朋友，同一班的啊，不要生气啦。早跟你们说了吧，现在众人皆醉我独醒，共同我的天啊，都石俊害的啦，早点说不就没事了？是啊，罗刚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他们说的。现在讲也太晚了吧？没关系，事情过了就算了。看吧，温大鼎好就是因为有气度，不拘小节，大脸有大量，所以才不跟你们计较。所以讲啊，这罗刚还够格哦，跟我 PK 啊！没想到我居然够格做杨海生的对手，那真天大荣幸啊！嗯，不客气。大鼎，来我们这边跟晚上。瓦靠扫头咖看起来很不入呢，好像忧郁症一样，你要不要去关心一下？像他这种自大狂、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哦，不给他一点点教训的话，他又怎么知道什么是谦虚？哦，是安内吼。可是啊，刚才有人哦在帮杨海生喊加油的时候，喊得这样声嘶力竭的，很卖力哦。哪有啊？我是在演戏，我若不投入一点的话，他怎么会上钩？嗯，我怕你哦会假戏真做啦。哎，你很讨厌呢，你那两个给我站住！叫你们给我站住，还装傻，站住！冰沙大杯一杯25元，两杯一共50元，付钱。找那个扫地的结账就可以了，跟他拿。哎，别在当阿吃，话术都爱零度，较白格嘞 ，OK？ 待会找我拿就好了，没有关系。谢谢哈，虽然这冰沙没有多少钱，嗯，但是海生哥请客的，特别亲娘有劲啦，哇吼！这冰沙淋到他个够甜啦。不好意思哦，我们不能赊账。饮料是你们喝的，你们就要自己付钱。如果有人要请你们的话，麻烦你们自己去跟他收。你什么态度啊？叫你们店长给我出来。我就是啊，干嘛耍流氓啊？我警告你们，你们是来这边当兵，不是当少爷的。如果这件事情让你们班长知道的话，你们就要倒大霉了。开个杂货店有什么好拽的、啊？哎，你瞎啦！我们是便利商店，都一样啦。反正改天叫浩南哥也开一家量饭店，变还得走。喂喂喂，你们50块是破了没啊？
给他。赵国长，找什么啦？我外面随便拍个车都要1000块，少丢我的脸啊！给他。妈怎么就在这边扫地啊？我跟他没有打赌，赌输了就要扫地啊。你真的不好意思，你今天特地来帮我们加油，我还让你失望。不会啊，我觉得你今天表现得很好啊，是因为你们那一队太不团结才会输的，好不好？果然是失我莫若你，那天兵天将哦。回去你好好教育他们，下次我们你赢。我没差，好不好？主要是希望你的忧郁症可以快点好起来才是。Trust me, I can make it. 拜。惨了，你中箭了！你在说什么啊？我中什么箭啊？中了艾森丘比特的箭！乱讲才没有嘞，无聊。艾森的箭射向何方？射向那玉瓶的西海滩。今天看到杨海生宽厚的背膀、结实的胸肌，让我心中莫名血脉喷张。我想我是爱上他的，希望他可以赶快注意到我。哎，林校长，哎，有人在学术上写情书给你啊。这乡下人知影无？玉婷，因为我魅力无法挡。再回朝思暮想，魂牵梦萦啊！不对哦，一营一连六班，吴祥林，那是查甫的。我跟你讲，那是因为玉婷伊足害羞的，唔才冒用别人的名，你知无？切！吴祥林，我想你，我常常看到他在上课的时候偷看你呢。恭喜你在成功岭上有艳遇。魅力无法打，结实的胸肌，哇塞，分子呢？那鬼鬼祟祟，一定是跟小燕去约会了。小燕的无脑妹，还顺着脉还在帮他数钞票。哎，大头，哎，人类，咋处理啊？哎，那我们赶快跟过去，要不然点位到底成功啊？我想你在背后看你。他才给你这个，我。谢谢你哦。不用客气啦，保护你是应该的啊。哎，坐。我们换个地方好了。不用了。啊？我有问题要问你。如果我同时跟100万掉到海里面，你会先救谁？这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嘛，不用想啦。我是问如果，你就回答我嘛。那当然是先救你啊。喂，谁呀？成功，你怎么鹦鹉啊？别装了，
哎呦，不要管他啊。那我问你，如果你真的会先救我的话，为什么会为了10000块就把我出卖给萧德基？你不要听萧德基乱讲啊，他根本就是想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，然后趁虚而入。你都已经在排长室招供，你现在想硬凹啊？小燕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是有苦衷的。我爸住院了，急需要医药费。你可以说你阿妈出轨被偷病更好啊？就是说呗。勇哥，我不是叫你不要跟来吗？你躲在那干嘛？我就是要揭穿顺子的真面目，让你知道。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不需要你们鸡婆啊。哎，我们也是为了你好，哎，好心没好报。就是说嘛，走。你之前曾经跟我讲过，你家住在靠海边的别墅，如果你有钱住那种地方，为什么会拿不出医药费？还是说，你连那一切也都是骗我的？我没有骗你，那都是真的。我家确实住在海边，只不过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好，就算那些都是真的好了，那你为什么要为了10000块就帮萧德基约我出来？你这就是代表不在乎我嘛？我没有不在乎你，其实那一天我一直坐在你身边，我想要保护你。收钱出卖我妹，你还敢狡辩？这畜生，把我们男人脸都丢光了，今天一定好好教训你。别拉我。你在干什么？叫你们扫落叶，你们把树叶插在身上。喜欢上我专课吗？没关系，班长等一下带你们到垃圾场，让你们装个够。放心啊，哥一定会帮你报仇。不用了，我们这些臭男生，我讨厌你们。小燕。我警告你哦，你别杀了我妹了，要不然呢、啊？我就改天再跟你讲了。我寂寞寂寞就好，这时候谁都别来安慰，拥抱就让。干嘛？哭了？哪有？你才哭嘞！我好心安慰你，你干嘛那么凶？安慰我？是来看我笑话的吧？看我现在这样子哭得很丑，你最高兴了啦。所以你怎么在哭啊？你很烦哎！我又不会笑你。不要啊！反正跟顺子吵架，你们最高兴了。说真的，我真的有一点点高兴呢。啊？你说什么啊？我是说顺子，他不讲信用，又没有义气，而且还卖压箱粉给地球，来害我们。现在为了钱要把你卖掉，搞不好你哥哥、还有你妈妈、还有尹湛都会被他卖掉哎。随便啊，赢战卖掉最好，这样就不用来成功岭了。不行啊，你不能不来啊！紧张什么啊？为什么不行？反正你不要跟顺子在一起啊。你为什么要管我的事啊？因为你哥是我朋友啊，而且成功岭那么大，那么多男生，为什么一直喜欢顺子啊？我就喜欢就是喜欢，没有为什么了。可是这里比顺子好的有很多啊，有很高，有很壮的，有浓眉、大眼、嘴上还不赖的，还会唱歌、会跳舞的，我怎么偏偏喜欢一个猴子啊？成功里哪有这种人啊？乱说。有啊，真的有。有吗？谁啊？那你就讲啊。有啊，浓眉大眼，嘴上还不赖，很明显啊。哎呀，我不会相信你讲这些鬼话、啊。反正一定是我哥哥，这样你还给我洗脑的，什
什么浓眉大眼，嘴唇又好看，你以为你在拍偶像剧哦？原来我长得像偶像剧的男主角。小燕，我跟你讲了。不想听啊！反正你们这些男生只会说谎话骗女生，再不会相信你。每个人都爱别人，不爱自己。我站在你眼前，你却不知道我就是你的最佳男主角。难道这就是所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吗？怎么这世界每个人都爱别人，不爱自己？是我感觉你有事的，我哪知道你想听话啦？你连真心都不如啦！小燕就是把嘴搞得乌塞了，再爱着你。浩志，土大块干啥路用？连个街路兵你都出卖？这是我跟小燕的代志。是关你什么地带哈？小燕是大同的小妹，等于咱家己的小妹哦。你做这种代志，你叫配男配女啦？我唔是甲小燕当然唔管啦，我嘛是自头到尾对着小燕那边做伊的终极保镖。迄起因若敢对伊安怎吼，我绝对袂去掂掂的啦。而且我安排因记者那边的，我都有钱会当拿阮爸医药费。今仔换作是你，你嘛会安尼做啊？讲开半步，你唔知家己做唔到什么代志？今仔日小燕是因为介意你才去附庸的，啊！你把这张约会当作是买卖，你等于是出卖小燕对你的感情嘛？就算讲我出卖感情是够安怎啦？我今仔日若无安尼做，我爸咪哪有钱通看医生？这就是社会现实，有钱才会当活落去啦！你莫阁摕恁老爸做借口啊嘛！我照你安尼讲，你若无钱，你就卖某卖囝，啊有钱才阁缩长安尼哦？你爱讲我嘛？今仔日伫你身躯边，这个亲人、这个朋友去予你出卖了，伊无可能阁踮伫你的身躯边啊啦！就算讲你变成亿万富翁，你失去的爱情、亲情、友情，你嘛买袂转啊！你一世人变老孤困。我话讲到这，你家想看卖啊？哦，我又不是天兵，干嘛说我是天兵啊？天兵，我啊，你挂啥？十卷的日记啊。哦，包括那日记，你侵犯隐私权，你知无啊？老师，伊嘛有写着你呢。嘿啊，真是嘞。你去内务过啊？好了，看嘛嘞。海生个性很海派，很快就跟大家混熟了。但也因为这样，他很快就被班长盯上了。笑笑笑，邱友三。比较起来，罗刚虽然话不多，总是一点酷样，但给我的感觉比较可靠。哎，这时间是不是他个派系也是都会可靠啊？哎呦，没错啦，他本来就比你可靠咩。拜托的，拜托的。你去拍躲避球，拢是靠我。你甲恁斗阵，你承认一些就死翘翘啊！那不是你遐想后脚，咱才能赢啊！还不是因为太热，我不想打了。哦，你们今天中暑，一定要 CPR 啊！我要看门啊，你先到下里啊，铁豆。这边，夸张啦！赖虎虽然人高马大，但是依赖性强。又懒惰又没有意志力。海生，你不要这样怪赖虎啦，输球不是他一个人的错。刚刚一停一来，你为了表现，还不是拿到球就丢？
你以为你是包庇哦？愿意这么累吗？我是为了英雄，我是为了你们呢。你又不是 Kobe， 我才是。必须打你！你不会吗？必须打你！必须打！你如果多传几个球给我，我们一定不会输的啦。是因为你没有团队精神。我又没有团队精神了。哦，真好，真好。他怎么写你？我看。我跟他那么好，他还是不会写我嘞。叶大同，人小志气高，古灵精怪，但有时候做事糊里糊涂，很冲动，欠缺考虑。啊。他跟我有这么不熟吗？我刚刚说的是事实。我刚才替你讲话。我看到吧，十训功力，冲动又欠缺考虑，就跟他拍球啊。你是故意要拍跌跌啊？那我们就石俊，你每天都在日记上写我们的坏话。不是我们贴的啊，不知道是谁贴那里。石俊，你真的认为我是天兵哦？我北方的，那是。没有去找你，敢来跟我呛虾，大哥，你来，你是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来！放开我！你要不要放过我？不是我不肯放过你，是你不肯放过我。去看一下，你现在知道被人出卖的感觉了吧？你说话。做体能训练，跟我打太极嘛？你们当我是聋的、啊？这么大声，全连都听到。
打架啊，不承认没有关系。班长降龙十八掌的道行啊，绝对比各位高。未经允许，私自进入参事库房。我给各位15分钟啊，把这边打扫干净。听到没有？听到。开始动作。过来一下，我听说你公开了时军的日记，这样已经侵犯到别人的隐私了，很不道德，你知道吗？报告班长，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时军的文采啊。哦，看不出来你还是文艺青年嘛。报告班长，我的艺术气质已经很高哦。那天我有弹钢琴，你有看到？我有看到。既然你们的文艺气质都这么高，身为你们的班长啊，我也觉得与有荣焉啊。第六班退退，所有人给我到外面背诵唐诗三百首，今晚上没有背出30首不用睡觉了，动作。杨海生，罗刚，哟，走。我知道你们今天是为了要帮时军出头，但是我提醒你们，部队里面严禁私下斗殴，如果真有什么不满，可以在球场上面解决，而不是靠拳头。报告班长，求之不得。我们今天说不甘心，我们希望可以再比一场。好，我就是希望啊，你们能够了解运动家的精神。打扫完之后啊，早点回寝室休息。是，班长。我看你卡戏时没力啊，那么受伤嘛。如果下次还要比赛的话，要不要考虑一下，不要放水了，认真一点啊。你们没败啊，没有我你也可以赢啊。只要我认真赢，当然不是问题。问题是这是团体运动嘛，总算赢得漂亮啊。看你平常不爱线，还知道自己的极限嘛。其实你们两个体能是班上最优秀的，只要你们肯联手，我们一定可以打败肖德基他们班的。安总，我不给你接电宝，我还想替他们光头嘞。说到做到，说到做到。罗刚，谢谢，加油。对了，今天跟海生说谢谢了。海生，嗯，谢谢。小意思，都运动嘛，嗯。肖德基，刚才王班长已经跟我通报了。说你公开时俊的日记，还欺负时俊，甚至于还跟陆武生在库房里打群架，有没有这回事啊？回答我的问题。有。好。孙排长。有。明天你就将肖德基将他人财物据为己有的报告移交吕布了。报告连长，不是说我把钱放到机关预测就没有事了吗？为什么现在需要算账？难道是我公开时俊的日记？还有你啊，我才刚警告过你，你又跑去找时俊报复，完全不知道检讨。既然你不服连上的管教，我只有把你移送军法了。连长不要，对不起，
不要把我送军法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。你不要跟我道歉了，你应该道歉的人是那些被你伤害的弟兄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承受了多久的压力跟痛苦，就是因为你不知悔改。如果这一次我不用严厉的手段，你是永远不知道要反省的。连长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永远不敢再欺负人了，我也不会捡到钱不还。连长，求你不要将我移送法办，对不起，连长，对不起。肖德基，你那什么德行呢？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你早点承认不就没事了吗？会长，对不起，请原谅我。连长，可否先让我确认这事情，再来决定是不是要把肖德基移送军法？说吧。肖德基，你说钱是你放到军官预测里的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？况且吴勇有做这条钱，并没有在里面，所以我们合理的怀疑，钱有可能是别人放的。放钱的那个信封是个白色的信封袋，有印邮地区号那种。我把那个有做记号的钱给顺子，是因为我的钱跟吴勇的钱都混在一起。如果我知道那个钱有做记号，我也不会这么笨把它花掉。连长，既然小德基把钱放到军官预测里，就代表他真的知道错了，是不是可以请连长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？如果小德基还是不知道收敛，再移送军法。小班长，你认为呢？报告连长，我认为做错事就应该付出代价。但是如果真的把肖德基送军法，他会留下前科，到时候如果他想改过自新，就会有困难。罗刚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。所以我希望连长可以再给肖德基最后一次机会，但是他既然做错事，还是要受罚。肖德基，这一次就看在孙排长跟士官长替你求情的份上，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以后每天午休你就去罚站，然后写一份3000字的悔过书来给我，只要在这个悔过书里面让我挑到一个错字，你每天晚上就多站一个钟头。谢谢连长。还有，今天我不把你的事情往上送，并不表示说以后我不会往上送。你最好从现在开始注意你的言行举止，我会持续观察你的，了不了解？了解。了不了解？了解。没你的事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谢谢连长，谢谢班长，谢谢士官长。肖德基这样的行为啊，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。希望他这一次是真心悔改，要不然就是我们众虎归山了。连长，我会多注意他的，绝对不会再让这件事情发生第二次。孙子，现在是就寝时间，你跑出来干什么？
这是我哥给我的，喝不完，拿去吧。你喝不完才丢给我，当我垃圾桶。我是看你早上精神不好，想说你应该需要，穿着军服打哈欠，有损国军形象啊。我看你打躲避球的时候有气无力的，没两三下就出局了，你才应该要喝吧。我是关心你，干那么逞强。想不到你这么关心我，为了送我基金，违反规定跑出寝室。我只是不想欠女人情。想说你为了帮我洗刷冤屈，整夜都没睡，我总该表示些什么吧？我以为你被我多问两句，恼羞成怒才跳出来背黑锅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更应该帮你洗刷冤屈，帮我可就罪过了。你那天激动到把我送你的照片给撕碎。是不是因为你觉得受到冤屈，才会那么生气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一定要解释清楚。我如果不相信你，我不会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对笔记找真凶。我都了解，不管你想要帮谁，我都想跟你说一声。谢谢。你会说谢谢，表示你还在乎自己荣誉。既然如此，你赶快抛开过去，重新振作起来，而不是替自己贴上标签，被过去阴影给困住。我早就没事了，心想太多。如果你真的没事，今天早上打躲避球，你不会一下子就出局，这不是你的实力。对我这么有信心啊？我是对自己看人眼光有信心。哦，你该不会是想告诉我说你是在挑男友吧？罗刚，现在马上回寝室睡觉，不然让你陪安官造天亮。是。帅子，你想干嘛？我想提醒你，鸡精记得要喝。一直不知道，想要和时间赛跑，想要围在你身边绕。我的爱像火在烧，飞机大炮也挡不了。你一点都不可悲，或许有人当过母班长，有人当过班长，有人在班上考试考第一名，不代表他们就有资格当受枪代表。在我的心中，你是最优秀的。你上台受枪的那天，我真的很以你为荣。那这里更不知道我有前科。我都在想，当初选我做受枪代表的那个人，现在一定觉得很后悔，居然选个混混做受枪代表。如果这张照片再继续留着，只是会成为整个成功岭最大的笑话。老板，我要一个大麦克。
我薯条跟可乐都要加大。今天就来这。直到地球走到宇宙的尽头，我想要带你穿越时空到永久。孙班长，现在是午休时间，你怎么也会起身休息啊？还一个人在这边喝鸡精？之前就忙着对笔记，没有时间处理业务。我休息一下，待会就继续忙。孙班长，喝鸡精好，喝了再上。喝完鸡精之后，你会容光焕发，气色红润，皮肤吹弹可破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？之前状况很差喽。哦不不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啦。你没有喝鸡精之前，是美丽动人，只是因为你现在喝的是我的爱心鸡精，我是看在眼里，甜在心里。余班长，其实这个鸡精……正光，上次交代你那个文件，你签了吗？上面在催了。啊，不好意思。我之前一直在忙查调遣的事情，我马上去拿。司官长，我去帮你拿吧。侦探官他难得来，你们多聊一会。女班长，这样太麻烦了啦。不不不，不麻烦。我刚好有事情要回一趟办公室，我帮你拿过来吧。你们聊。我真的很羡慕你。一边喝着罗刚送的爱心基金，另一边又有余班长细心呵护，人生至此，夫复何求？没了啦，还喝？师弟，辛苦了。东西永远是这么整齐，这一看啊，就是入得了厨房，进得了厅堂，好媳妇。罐都没少，那司官长喝的那瓶鸡精是哪来的？我真搞不懂你耶，人家都已经送鸡精来了，不知道你在质疑什么？难不成你要人家亲口跟你说我爱你，才肯相信啊？没想到郑长官会替我说话，看来我还是有希望。现在啊，我不想要把自己弄得心神不宁，人家只是对我好一点，就以为是对我有意思。女人啊，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比较实际。包船长，你的公文我拿来了。谢谢。
余班长，看在你对我们盛男这么有心的份上，我就好心提醒你，100次的感动比不上一次心动。如果你真的想打动盛男，你就学学罗刚，在他最需要安慰的时候送上一罐爱心基金，这可是比你100句甜言蜜语都来得有效。公文给我。有送，我还送一盒哎。从你的眼角慢慢的明了，我能做得很少。其实我也知道100次的感动比不上一次心动的道理，只是连一次感动都没有，那我就真的太失败了。余班长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其实你对我的好我真的都知道，我也很感谢你，只是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谢意而已。石班长，你不要误会，我刚才说那些话没有别的意思，你愿意把我的心意收下已经是最好的报答。其实事情很简单，我就像那盒基金一样，你先放着，等到你需要的时候再打开喝吧。而我，当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在你身边。石班长，不打扰你休息，我先出去。做你愿只是争吵，还能道歉和好。我知道你留着和他所有合照，明明面前是淡，却失掉不要。一把年纪，你想做庄，失败。